在坐吊上，我都是选用当诱饵的南极虾来坐吊。我不会因为说要来当钓饵而特别去买坐钓用的南极虾，原则上都是用诱饵的部分取出来当坐钓使用。今天是5天清明年假的第一天，那现场是有一点毛毛雨，浪也不算太大，不过也不可能这5天都不钓鱼，所以还是得来试看看。30公分的五仔开壶，鱼很咬，耶耶耶！
微的后科坡。今天是阴雨天，那最后的渔获就是这些五仔，还有这一尾烤咖佛。